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夏大夫，哟哟，老马，你们来了，这就走了啊？走了走了。你到你孩子那儿住多久啊？住不了太久，我在那儿待不惯。没事，待不惯早点回来。是是。哎，老牛没过来呀？啊，他可能是家里有事儿吧。那我去找他。哎呀，不要不要，不用去呀，我们这个上了车就走人了。哦，不用啊。那一路平安啊！哎，一路平安，谢谢谢谢。六单元104快件。啊？谁的快件？吴紫霞的。哎，我的我的，小伙子。哦，是您的呀。哎，谢谢谢谢。麻烦您就是给我签字一下，好吧？多巧啊！是是是，差点就错过了啊。哎，您签字。好。谢谢你。好的。哎，行，不客气。太巧了。多巧。嗯嗯。走了走了。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好好再见。丁丁上车。丁丁跟爷爷奶奶再见。再见再见。哎，再见再见。再见啊！快上车快上车。哎哎。好。家你好，请原谅我以此信为你送行吧，因为我实在无法承受与你当面道别。你是我晚年生活里结识的知音，要不是你两次出手，我早就不在人世。你是我心里最亲近的，是我有话最想说的人，我怎么能舍得让你走呢？祝你和你的孩子们健康平安。啊，那为什么呀？奶奶还有点自己的事儿得处理一下。那行吧，过些日子奶奶到美国找你们去啊。你自己开心就行。
什么？不是，崔灿回来了吗？没回来呀，他不是在医院要生孩子了吗？事情，我想我们都需要冷静冷静。开门！开门！你开门！开门吧！你不开门，你把老孩子还给我，我不开门。你把老孩子弄哪去了？你开门！你开门！我爸把我老婆孩子给我弄走了，他在哪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你这么敲他都不开门，说明他没有在家，你敲有什么用啊？他以为他有钱了就不得了了，他不养活了我也不活了，要不就志文，志文，志文，你冷静点，你上阿姨家，阿姨有话要跟你说。志文。事已至此，我觉得我应该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你了。啊。首先，你爸爸绝对没有把崔灿给藏起来，他也藏不住他。崔灿要想见你，他怎么都能见。他为什么离开你？为什么躲起来？我想你应该比别人都清楚。第二，你爸爸不是个有钱人，他给月梅赎房子买牛的10万块钱是我借给他的，他住的宾馆坐的奔驰是我的一个病人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无偿提供给他的，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你们哥俩把你爸爸欺负的居无定所，你们做的太过分了。我爸根本就没钱，对，是你们在这里搅和，他骗我们是吗？原本我们没想骗你们，我们都不会撒谎，你爸爸也不会撒谎，我们之所以后来将计就计，是因为我们看到你爸爸住了宾馆坐了奔驰之后，你跟你哥哥态度对他全变了，我们多希望你们两个孩子所有的表现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呀，但是你们没有，你们做的更过分更可恨。志文，你们怎么了啊？你爸爸说你们小时候不是这样啊，怎么你妈妈一去世，你跟你哥哥嫂子就会为那么一点钱，为房子，为这点利益，就自私卑鄙黑暗到这种地步啊？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把自己身体里最罪恶的东西全部调动出来？所有的家庭都有利益纷争的，你们为什么变成这样啊？你们自己也有老的那一天，你现在唯一的优点是你还爱你老婆孩子，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志文，你要这样下去，你要是这么一个人，你不马上悔改，你一定会妻离子散的。哎呀呀，你记住阿姨的话。好好好，我混蛋是吧，全是我做的不好，自私卑鄙，
不是，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阿姨，不是再怎么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怎么会卷进我们家的这场战争里来了？而且我听这话，您是一策划者是吗？您就是我们家一邻居，您跟我们家什么关系啊？您跟我爸什么关系啊？我爱你，爸爸。小东啊，爷爷，爷爷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了？怎么今天来了？爷爷想你了，爷爷送你回家好不好？不好。都不是我家了，我爸妈在家里天天吵架，我小舅还有小舅妈也跟我妈吵，天天这样吵都烦死我了。在你姥姥家待着不开心呐？不开心，一点儿不开心。爷爷，你别让我这么早回家了，再陪我玩会儿再回去行吗？行，爷爷陪你玩一会儿。好好学习，给爷爷争光，听见没有？不行，我明天还想跟爷爷一起玩。爷爷，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哪年？爷爷老了，现在记不住了。你说是哪年呢？1856年。嗯，好。我大孙子将来有出息。好好学习，哦，嗯，孝敬你爸妈，听见没有？嗯，嗯，向东啊，嗯，你自己回家吧，爷爷就不进去了啊。那你去哪儿啊？爷爷想你奶奶了。奶奶不是没了吗？你去哪儿找啊？爷爷有办法，回去吧。爷爷再见。再见。见了两次面，都和志文有关系，这次跟志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爸想见见你。孩子挺好的吧？挺好的，都挺好的。起名了吗？没有呢，爸，您给起一个吧。哎，一时半晌啊，爸也想不出个恰当的名字。爸是让志文伤透心了。
我不得不赶你们出去。爸知道你受牵连了，你受委屈了，你不怪罪爸爸。我哪能怪您呢？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我要是早知道志如是这样的人，也许我们两个不会结婚。你们还分居呢？志文要是对你好，你就跟他过；对你不好，你就离开他。你就是离开志文了，那个房子，爸也留给你，留给我孙子。这钥匙你就收着吧。收着吧。好好培养孩子，一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好人。我去叫月梅去。哎，月梅干啥去了？哎，给孩子开家长会去了。哦哦，不用不用，屋里坐吧。进屋，爸你坐。有事啊？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吧。这张相照的多好。哎，可惜呀，月梅命苦啊。她这辈子能找着你这样的丈夫，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对月梅好，我代表我老伴儿谢谢你了。爸，爸你可别这么说。爸，你今天到底怎么了？说这种话。爸，你饿了吧？我去给你买两条鱼去。哎，爸还真馋鱼了。哎，我去去就回。嗯。
太累了，爸要走了，爸想你妈了。钥匙和房本留给你的兄弟，存折留给你。你和大成一定要把日子过好。爸还欠你紫霞阿姨6万块钱，等你们的日子好了，富裕了，一定替爸还上。月梅啊，爸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临走还为你留下债。老话讲，父债子还，可儿子爸值不上，爸只好拜托你。永别了，爸的好女儿，来世再见，爸的好女儿。刘全胜，敬礼。志华，志文，三样，我再三考虑，觉得还是给你们写封信为好。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父子一场，不好不辞而别。我这一生啊，虽说平平淡淡，没做出什么大成绩，但扪心自问，也无大憾。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晚年，竟然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失败。父子恩断义绝，兄弟反目成仇。养不教，父之过。那这古训，是我没把你们教育好。现在我真是有口难辩了，我也不想了，认了，自作自受。还有一件事，我始终没告诉你们，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说了，我已经得了脑瘤，并且到了晚期。我决定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去找你们妈去了。两处房产还是留给你们，钥匙给了月梅。天下只有不孝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我之所以把房子收回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们，人呐，要有一颗感恩的心。都怪你们俩，你们可把爸爸找回来的。妈妈，我爸在哪儿啊，妈？你愣愣着干什么呀？快去找爸呀！爸，爸，爸。
我知道爷爷去哪儿了。啊，去哪儿了？爷爷说他想奶奶了。自己走，是邪是正，你们好自为之。但无论如何，你们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那个大夏天钻下水道帮邻居修水管的老大，你现在在哪儿啊？那个夜里点灯熬油刻苦学习的老二，你现在在哪儿啊？还有那个麻利能干舍身付公款我引你自豪的儿媳三样，你现在怎么变得如此没有人性，如此刁蛮呢？志华，志文，三样啊，你们记住了，要做正直善良的人，这是父亲对你们最后的要求。老伴儿啊，我太想你了，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不是这么说，是当面跟你说。咱们俩呀，一辈子没红过脸，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三个孩子从小就教育他们尊老爱幼，吃亏让人。我想不通啊，那你说咱那两个儿子，他咋能那么对待我呢？我想听你回答呀，所以我必须去见你。房子虽然我收回来了，出了一口气，没有儿子我要房子有什么用啊？你说呀，咱们活的不就是儿女吗？是不是？你跟我隔阴阳，两个儿子跟我隔心肠，我活的实在是没有意思，你就别怨我了。反正后事我都处理好了，房子我还给两个儿子了，能不能唤醒他们的良知我就不知道了，你也别怪我，反正我尽心了。哎，这个墓啊，买的时候就是霜雪的，我现在就去找你了啊。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吧？啊，你要是听见了，你接接我啊。
哪儿了？看见了吗？就有这么一个人往这个方向走了。是那儿吗？啊，是。这华月梅大受伤了，快走啊！爸，爸，爸，子琪阿姨来看您来了。老牛，你怎么可以不告诉孩子们，不跟我说呀？我想给你留个好印象。
崔灿。妈。不让你妈坐吗？不是不是，那妈你坐。天哪，妈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经纪人凯瑟琳。你好，凯瑟琳，我女儿崔灿。真漂亮呀。那当然，妈妈漂亮。凯瑟琳，我看这样吧，你把我明天的行程给我确认一下。手机放在包里，充好电。你看要不要再喝点什么？不用不用，这都含糖的，我保持体型。这样，你们母女好好聊聊，我先忙去。啊，那行，那您忙啊。对妈妈这么冷漠呀？哎，不是，妈，不是我冷漠，我就是你怎么变化那么大呀？我都不敢认了。我再变，我也是你妈妈呀。好，老牛怎么样啊？啊，挺好的，爸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医生都说了，绝对是奇迹。那就好，那就好，你告诉他，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嗯。老爷这辈子沟沟坎坎也挺不容易的，我真希望他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现在就挺好的，爸现在呀、啊、和紫霞阿姨正办签证呢，过几天准备去美国旅游。去美国呀？啊，哎呦，跑这么远，出去走走，换换心情，对人也有好处。志文呢？你跟志文怎么样？还分着？真是闺女大了不由娘，你的事儿我也管不了。崔灿呢？你下回见着老牛啊，替妈道个歉。道什么歉啊？上次嘛，我上派出所告他，说他骚扰那事儿。哇、哦，不是妈，这事儿你还好意思提呀、啊？一人做事一人当嘛，错了就是错了。再说我当时可是为了你啊，就怕你跟牛家吃亏。妈，你现在的感觉对了，终于让我找到点你从前的影子了，我舒服多了。你妈妈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妈现在是片约不断，而且经常出席一些啊重要的活动。是吗？是啊。我们班玉老师，真的是你。老师，真的是你，全家都可喜欢你了。签个名吧，给我签个真的。肯定是真的呀。那个姐姐，你帮我拍个照吧，待会儿跳吧。哎，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来，一二三，耶！啊，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你，加油，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加油。好，老师祝你越来越漂亮。好，老师再见。哦，谢谢。下回拿个本儿啊。不是，妈，你现在这么火呢？嗨，一不留神。你拍什么戏出名啊？潜伏啊。潜伏里有你吗？崔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股票全解套了，财务公司钱也还上了，还挣钱了呢。你跟孩子赶紧回来吧。别挂电话呀，你在哪儿？你让我见见孩子呀。哎呦，一下关机了。哎呦喂，打电话啊，紫霞阿姨。哎，好。我让崔灿去换点美元，怕阿姨你们好好用呗，也没多少。阿姨，好玩什么就买呀。好好。哎，你看人家志文又抢你前面去了，你怎么还那么笨呢？爸，刚才少买点东西，东西都挺贵的。对，还都是 made in
公差呢。行了行了，你们放心啊，放心，你们爸爸有我照顾他们啊，回去吧，回去回去，阿姨。哎thank you.